不然不好动，毕竟它有伞。好，它致盲放了，看到没有？哎，放了个蘑菇，给它往靠近靠近这边。外圈刮起手，拽回来 ，AJW 绕他蘑菇，不存在。一闪我闪接大招，哎，这一波大家会说，哇，你的反应太快了吧？啊，这不是反应，这个是提前预判啊。因为一个正常心理玩家的话，他心里是一定要交闪的啊。不用怕。砰！无可匹敌的力量，空塔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拉过来，外圈刮，我扛塔没事。A 他，丢，躲掉菠萝加这个一个外圈刮吸血之后，先拉住接 AGW 接一刀斩之 AJ 走位卡墙不死，跟我搞的，这就没办法了，兄弟，不能丢慢了呀。我这个走位卡墙太完美了呀，一系列的操作行云流水，看得眼花缭乱。没统计，不用怕。别克，哎，咋就当我赢了？丝毫不带。溜得快啊！来上，游戏时间到了。外圈刮，接 AJW， 接拉，接 Q 闪，死啊，没事。先给他 W， 保持血路。等下一个外圈刮，没有，不是外圈，内圈也可以。AJW。看，很有韧性，看到没有？就是死不了。骗石头人大招，走位，走位，啊！外圈刮接 AJW 接无情铁手接一刀斩。这就是我的对手吗？啊，真抱歉啊！看上去很麻烦。骗他，石化我，背对他，哎，好，他头一抬就往回拉啊。观察他的这个动作，他们有点放弃了。哟呵，感谢金克斯的大火箭，我从来不虚张声势。有把握，只不过是镜花水月。难得我来给你展示一下真正的魔法。你别说，你还真胆子大，我有走位的，控制我又如何呢？你们敢在塔下打我，我都不，你一箭双雕，你敢打我，你完了，他都毒不死，反术，炸，补刀，好，你敢放禁锢，吃药，走直线，走直线，炸住撒尿。完美。接下来我要表演的是，我可能需要呼叫一波队友，快来帮一波，将他们的血条弄消失。看过千黄百镜，哈哈，天都搞下去了，哈哈，太爽了，哈哈，哎呀，我这个移形换影魔影迷踪用得太棒了。游戏时间到了。他装备比我出了个死刑宣告，他打不够，他没了，不行，打不过。这就是接球，背后看好了，他死了。我先拉开一波，是最稳的。过塔墙，有人挂在我的牙齿上吗？等一下，我没有技能。他的队友来了，他并不敢踢我。哦，人有点多，
一个死亡翻滚之横冲直撞之洗把澡之全部都得死你还觉得我死亡翻滚啊？为什么少个人头呢？不应该是四杀吗？又这个蠢货，先走过来点他一下，三连炮之杀鸟，吓死他，闪现把他撞死。可能手速太快你们看不太清啊，没关系，你们可以把视频啊慢放。灌篮风暴即将到来，可以搞，好，拉回来了，触发雪诺先外圈刮一个大招劈死，我被卡住了，两个大招劈死，三个大招劈死，四个大招劈死，五个大招劈死，莽夫，没错，这就是我的对手吗？啊，真抱歉，我刚才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福利。这位留不住，我有塔，你敢追？外圈刮，反手拉 ，A 接 W， 接，技刀斩，雪怒触发。细刀斩，雪怒出发，外圈刮接，无情铁手拉，一接他没砍，一刀斩，大龙收掉，啊，敢追我，金牌广西，只要给我一个角度，他可能敢打我吗？他敢叫 Q 吗？回神，原地装逼回神。哦，快跑！我有戏。哎，看看金宝 OK。就跑，砸他！我很肉啊，他杀不掉我。Q 他，好，我队友来的嗨死了。哦，他上当喽 ！Q 他，哎，很明显上当了啊！他拉我是拉不死的，他的灵魂跟我是拉不死的。这是我小心南枪的大菠萝。既然这样的话，就不要怪我无情了，小菜鸡们。buff 我的，对，在最后面的时候偷袭他，知道吧？不要这次上，因为他现在选装备，好，他选装备了。你要知道，这并不是我菜，这是只是节目效果，你知道吧？
我是一个主播，有些时候要考虑到节目效果。我这个血量和这个蓝量，哇！这一波，说实话，麒麟第八座打一套就 OK。好，这种EQ挑起来，然后呢，再往后拉，拉到塔外再打。二段的击飞跟上之后呢 ，OP 给上大招之后开金身，哎好，然后呢开个圣盾。好，旗子甩前面 ，Q 插后面是为什么呢？哎，因为一波脑淤血，上还是溜。